涨了。多少？买二十。啊，十七。来来来，开开开开开。然后我还没下。儿子，怎么样？开了啊。哎呦！哎，我就说听我的嘛，都是我的。行，老师。哎，刘老师，刘老师，哎，刘老师，哎，哎，今小不是拍表吗？拍这个，这个啊，公司买的，公司买的啊，现在 UP 主不都是自己掏钱买，或者是厂里订？你还真是花公司的钱，不说跟我商量吧，怎么着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吧？这表就当我买的了。嗯。嗯，好吧，没办法，这个是挺残酷啊，但是 rules are rules。没事，送我女朋友。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聊这款表啊，瑞士雷米格帝霸轮盘二。轮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顺便聊一下这类题材都有哪些表吧。咱们就从三个线索聊一下啊：一、旅游的奢侈；二、腕表的玩趣；三、做工。雷米格这个牌子呀，知道的人不会太多，因为以前主要是做定制的，定制业务倒逼品牌不得不持续产生创意，这个创意能力外溢了，所以雷米格的表，客观的说，创意还行。你还别说，倒真不会撞表。最近朋友圈里开始晒出国的 moment 了啊，轮盘象征着旅游的奢侈和好运的轮转，一般都是心情好的时候去拥抱一下不确定性啊。瑞士腕表在不同价位上都有类似的题材，比如说知白表曾经出过一款老虎鸡陀飞轮表，表壳侧面有个扳手模拟老虎鸡。有一次佳士得拍卖行拍出了136万港币的成交价，可惜没有轮盘的空间。市面上的表带有轮盘的有这么几个牌子：捷克宝、昆仑表、雷米格和其他。捷克宝的 Casino Tourbillon 除了逼真的轮盘以外，还有一个传统的复杂机构陀飞轮，28万美元。 Drake 捷克宝 Astronomia Casino 陀飞轮，本来捷克宝有前面说的轮盘陀飞轮了，但是这个 Drake 呀，觉得不够酷，跟捷克宝定制了一块轮盘表。话说这个加拿大的 rapper 啊，就喜欢定制表，他定的这块轮盘表啊，就是在捷克宝天体陀飞轮表里边生生地加进去一个复杂功能，一个逼真的轮盘，这个在官网是查不到的啊。62万美金，昆仑表泡泡贝轮盘表，有着调皮的外形和轮盘的图案，相当于前面说的几款大表的小零头啊，3万多。可惜啊，轮盘不能转。帝霸轮盘初代 Romago Hulet Master 机械机芯，而且透背，轮盘能转，价格2万多，完胜昆仑表。现在雷米格的 REB 就更不用说了啊，价格嘛比轮盘不能转的昆仑还要便宜。接下来就是 Roulette Two Watch， 就是一个普通钢表啊，表盘上画一个轮盘，这样的表啊，我国著名的南方产业集群都不屑一做，剩下的简直就不忍目睹了啊。 Top London Roulette Watch 就更不用说了，扎做轮盘也那么回事啊。你还别说啊，2万元价位能真的拿来玩大富翁的表还只有雷米格。雷米格的发布活动我也去过，创意和做工还行。不过帝霸轮盘的初代目啊，虽然有轮盘，但是没有小球，这个版本啊算是画龙点睛，稍微晃一下轮盘和小球自由转动，随机停止，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确定。让轮盘自由转动没什么新鲜的啊，但是让小球自由转动又不会卡住，这有点难。既然钻石可以在两层蓝宝石镜片之间快乐，那么象牙小球没那么硬，所以嘛也没必要增加一层蓝宝石，还附带一垫子啊。听说有人拿这个表在家里就玩上大富翁了，严打的时候不建议这么玩啊。想想小军他们也是啊，厌倦了中规中矩的腕表和高度内卷的机械机构，他们要与众不同。这小军一看就是让颜值和创意给唬住了，花钱之前怎么也得看一下做工啊，炫耀了半天设计和创意，看看做工怎么样吧。方表少不了棱角，而且瑕疵很容易看出来。嗯，这表还行，也是复合打磨的，很用心。这个表的指针啊，时针分针，还有这个12小时的时标，都是 Super Luminova 夜光的。这种细节丰富的表，就算哪天颜值不流行了，
但这精致的做工还是能扛得住的。看看机芯做工啊，对加工毛刺都做了打磨，夹板镀铑，完工度算不错的，尺寸属于偏大的啊，适合阳光的日子和阳光的性格，大而不重，大而不蠢。再加上这配色，知更鸟淡蓝色啊，估计小军他们啊，肯定是把这个错当成提夫尼蓝了。如果你曾经好运，那么这款表就是永久印证；如果当时只是随便玩玩而已啊，这款表给你带来对好运的向往。看来小军他们的眼力还行啊。哎，我记得雷米格这款表是给女生的呀。不过你还别说啊，男生戴着也不违和，皮肤越糙，戴上越骚。总结一下，雷米格第八轮盘二，从品牌传统到创意设计，从机芯结构到做工都还可以，而且男生戴着也 OK。瑞士雷米格第八轮盘二，这个表现介绍到这里啊，感谢观看，欢迎互动，点赞、关注、更赞啊！哎，小军，这表到底多少钱啊？这表23800，当时网上买还有优惠呢。不行，给您看看发票。不用不用，你要是有困难的话，不行我收了得了。这表我看挺阳光的，我戴都成。嗨，刘老师，刚才您录节目的时候，我跟我女朋友说了，她说她想要。那你能帮我弄一块吗？要是跟您说实话，这表从网上抢的，当时啊只有200块，不行，您试试去。祝您轮盘一到，好运自来。在哪里才能？